在，老师，他现在严肃哎，老师，老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来，请议，请，李真，接，好，老师好，大家请坐，请坐，坐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老师，我姓郭，叫洪志，你们可以直接叫我郭老师就好。老师，你怎么有刺青？啊，你怎么有刺青？这是画画，哦，是画画。在跟女儿讲话的时候，就是画画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画一下。好好好，我基本上只会画圈圈跟叉叉。我们准备上课前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？有很多，有问题的可以举手，但我不一定会回答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老师是头发哪里烫的？这基本上在台南。好看，我再看看的自己。应该也可以哦。哎，谢谢。OK OK， 还有谁要问问题吗？来，有这，你喜欢韩国人吗？啊？老师，敏感，他是韩国留学生。为什么你每次对韩国都被打爆？没有被打爆。你看到他你会害怕吗？不会啊，还好啊。因为我们之前在美国，我也交很多韩国女朋友。哦 ，Nice Dodgers 嘛。对 ，Dodgers。对，我也是非常。很热爱 Dodgers 的，每次看到了另外一个学校的同学，他叫詹远同学，然后每次我们上次好像我们在外面，对，运动人运动的时候，他每次看到我说，我很想赢韩国，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 PTSD， 对啊，我现在大家都说韩国不好打了，那日本呢？不好打。日本，你是日本来的吗？对，他是日本。他有明星脸，他长得很像大谷翔平。有吗？我他的修黑，不是，你好丢脸哦！你说大谷翔平，他看完还说有吗？是谁？他看完还说你是谁？他叫天地杀了。老师有个问题哦，是，就是说我们知道你有一年啊，在大联盟啊，嗯，那因为你是投手嘛，对。啊，你打全垒打，嗯，你什么感觉啊？感觉就很爽啊。可是你有练打吗？我打击一直都很好，那是因为我的投球又太强，就是钱投球钱比较多了。也是啊。但打击好玩啊，我现在是比较喜欢打击。我真的好玩。对啊，打击。场上全垒打跟私底下全垒打哪一个比较开心？私底下全打五五啊！老师记警告，记警告，红不让，红不让，警告，记警告啊！开玩笑了，不会。私底下练习的时候打全垒打，那问你不是私底下比较容易打全垒打？那私底下比较容易啊，因为国家联盟要打全垒打真的很难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给点反应吧。有研究哦，有研究。我以为你都上二垒而已嘞。对。那你退休了之后，你什么保持你的？维持你的身材啊，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运动的选手啊，就退休之后就变胖，就变好胖好胖。对对，我现在在台南有开一间健身房啦，是运动会馆。对啊，大家有机会赶快来，因为你们再不来，我要收起来了。赶快叫他的健身房，因为开了六年，他经营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下课就要直接去你的健身房。可以，大家有机会帮我多宣传一下，我就一定要，就是因为生意不好，我们才需要这样子跑这些活动哈。好哀愁。这边的男生都有健身，要不要跟我们比腕力？哦，像老师哎，有请康哥，有跟谁？康哥，有在片。误会我的那个名字了，我叫好帅，不叫好壮。好壮在这里啊！对，九泽可以，九泽吗？面对韩国击败他，对，我两个都好壮哦。哇塞！哎呦，不行，不要太出力哦。哎呦，哇啦啦，帅哦！哇塞！这是比腕力，不是帅。可以了，我差点帮你上油了，自恋狂。
有时候女同学来，有时候你肌肉不一定有用，没错，跟年纪也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像我们就是不要服老，不要被老击败，好不好？不要被老击败，真的有在看综艺节目。好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好，轻松的哈，轻松的哈，轻松的。好，你有没有热身？慢慢来。二一，开始。真假的，哇塞！而且他好强啊，还比我一定要赢韩国。哦哦，哇！老师就是老师，好强啊！老师啊，轻轻松松了啊，可以吗？九哲怎么样？九哲这样，没有受伤。我的手臂没有感觉。你今天要去按摩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赢不了，谁都赢不了啊！而且。老师不是右手的，你不是左手的吗？对啊，我想说还不需要用到。然后老师，哇！再来，再来！太强了，好可怜，他没办法上课了，好恐怖。那同学有问题吗？哇，不敢有问题，不敢问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老师再问一题，你的棒球生涯开过很多次刀。每一次都是开手的吗？没有嘞，我有开那个的呢。头吗？哪个？开那个下方的呢？下面的，下面的，不是割盲肠不算哦。不是，在下面一点点，因为他说有时候割包皮。那个不是包皮啦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以前在打球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恐惧感。我之前打球的时候有巨鸟症哦，巨鸟症就是小鸟飞过去我们会怕哦，懂了，巨鸟症，所以想要回到小鸟的感觉，开了一个他自己觉得尴尬的玩笑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可以的啊。